一个到一个，我想起哪个是哪个，哪哪说好都不错，怎么说好说吧，别转舌，谁要转舌谁缺德呢，谁要喷舌穿大舌，说的是道的是你说的不是也得是说，高高是那一老僧，真正的斗几阶层，若问老僧年关迈了，曾经黄河九洞清，五百年前轻一瞪，一共四千五百灯，老僧道有八徒弟，说八个徒弟有法名叫大徒名叫仙童愣，二徒名叫冷若清，三徒名叫三三点零，四徒名叫点财生，五徒名叫崩不落罢了，六徒名叫罢不崩，七徒名叫风随罢了，八徒名叫化随风，青铜愣塔会打青子愣跑青鸟会撞车，四三点会吹罐儿，五点四声啊会撞声，崩不落罢会打鼓，这罢不崩啊会念经，风随罢塔会扫地，那么化随灯那会点灯，老教能换一换，想要教换换不能，老师一见有了新人要打徒弟九三零，可怜徒弟又该打了败五位，悠悠三五位，虽然把金甲把他封为十零龙。玲珑宝塔第一层，一张高桌四条腿，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个饶本一口清，一个木鱼一盏灯，一个金莲九四两层，风儿一刮小黄龙，说玲珑塔龙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三层，三张高桌十二腿，三个上三本经，三个饶本三口清，三个木鱼三盏灯，三个金莲十二两层，风儿一刮小黄龙，说玲珑塔龙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五层，五张高桌二十腿，五个和尚五本经，五个饶本五口清，五个木鱼五盏灯，五个金莲二十两层，风儿一刮小黄龙，说玲珑塔龙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七层，七张高桌二十八腿，七个和尚七本经，七个饶本七口清，七个木鱼七盏灯，七个金莲二八两层，风儿一刮小黄龙，说玲珑塔龙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九层，九张高桌三六腿，九个和尚九本经，九个饶本九口清，九个木鱼五盏灯，九个金莲三六两层，风儿一刮小黄龙，说玲珑塔龙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一层，十一张高桌四四个腿，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，十一个饶本十一口清，十一个木鱼十一盏灯，十一个金莲四四两层，风儿一刮小黄龙，说玲珑塔龙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三层，十三层高桌五十二腿，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，十三个饶本三五经，十三个木鱼十三盏灯，十三个金莲五十二两层，风儿一刮小黄龙，说玲珑塔龙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二层，十二个高桌四十八腿，十二个上十二本经，十二个饶本十二口清，十二个木鱼十二盏灯，十二个金莲四八两层，风儿一刮小黄龙，说玲珑塔龙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十层，十张高桌四十个腿，十个和尚十本经，十个饶本十口清，十个木鱼十盏灯，十个金莲整四两层，风儿一刮小黄龙。伴奏咋没了？啊，不行了，我现在的小姐姐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姐姐了。谢谢我们小龙龙，谢谢我们家零点欧，谢谢藏情哥哥，还有谁的礼物？哎呦，都给算没了。刚刚我看到，刚刚帕蒂亚哥哥刷礼物了，对，谢谢帕蒂亚，还有洋洋。现在真的依旧不错吗？哎呦，我刚才喊的我尴尬症都犯了。